因兜卖上好，伊九工赚十几万，而且十几万，切因吼，切因就讲啊，我一工就赚着今年的租金吗？对吧？我来讲唔对。哎，还好。哎，我来讲唔对，你讲。我无遐济啦，我二十万。这是做什么事情？可以，我看不出来。削杆啦，你看。削杆啦。做那个袋子，就是那个罐子的袋子。这个是他做的。哦，这样。是他做的。嗯嗯。漂亮啊、哦。嗯，这是什么木头？这个龙骨。啊？龙柏，龙柏，哦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嘿，爱出塞吼，嘿做嘿无遗憾，啊做这个倒遗憾，做这个冻销，啊做有半年嘞，做有半年才遗憾嘞。这个是几孔销？对，还有挖，慢慢挖，慢慢挖，冻销。嗯，这个销是几孔销？几孔销？对不对？嗯，几孔销？五孔销，它只是那个，不是日本销四孔而已。OK， 这一只多少？八千啊，八千，很便宜。要降价，我跟你讲，你还加工买几颗？哈，你要卖我12000，那你别人8000。现在已经要8000了。哎，你这毛巾只要10块美金呢？哎，那毛巾不错。还蛮好吃的。在台北这只如果是。我们那个是六孔销吧，还是几孔销？是卖到3万块的。哦，两三万块。要跟他讲，到时候就涨价。一开始我们都拿我们家的那个烂木头来给他车一个300块，现在不可能，现在生意太小时候的回忆吗？你都要搞我勾出来。